八，怎么弄鹌鹑蛋？水里面加点白醋，大概跟水大概就是这比例，自凭感觉，看你要煮多少。烧开了，然后放鹌鹑蛋就是。这是 Costco 的鹌鹑蛋。这个包装，这水没开的时候就可以装，等开了就不好下了。那白醋煮个水开了以后再煮，然后捞起来放进这个粘水里边。两分钟就可以剥了。这泡完冷水以后，鹌鹑蛋拿出来，慢慢剥，有用力不能过猛。然后最后再来，肯定得冲一下上面的壳上面的黑的。